啊，买什么去？买点年货，这不过节了吗？买什么呀？看看，这么点小玩意儿，2.7元，还绕一大鞋盒子。谭叔，谭叔，村长来了，没什么好事。谭叔，谭叔，谭叔，这大白天的怎么还睡懒觉啊？谭叔，我让你睡。想了，想了，对，想了，大白天的睡懒觉啊？哎呀，村长。啊，看着我来了，这不是省粮食吗？省粮食，你说你啊，让你干点活吧，怕脏啊，怕累呀、啊。哎，好不容易给你找个技术活，砸这个沙发罩、电视机罩，你倒是砸了，到人家那儿还得你现拆开。刚砸上拆它干嘛呀？啊，对，你把人家大花猫给砸里了。我说这两天怎么没见着他们家大花猫呢？我说。现在啊，各村都没有光棍了。啊，我这当村长就犯难了。咱们全村现在呀、啊，就你一个光棍了。我说，哎呀，今天早上出门啊，我碰见一个姑娘。哎，哪村的？哎，这你怎么听见了？哎呀，我这又。帮您完成任务嘛，是吧？前村的，叫魏淑芬，多大岁数了？29岁，老姑娘了。我跟她提起你了啊，我就说咱们潘富这几年干的可是不错，家里边什么沙发呀、彩电呢，都置办下了。我哪有那个呀？不是，我这不是帮你往好里说吗？是你往好里说。我这么一说呀，哎，人那姑娘还有点意思了。有意思了啊？啥意思？你啥意思？你要咬我？不是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他说了啊，这个10点钟左右啊，到你这儿来啊，相看相看。哦，10点钟了。哎，呀，这不到了吗？啊，那你赶快准备准备吧。我准备什么？我什么都没有。你以后你好好干，你不就什么都有了吗？不是，现在怎么办呢？现在那就只能凑合了。凑怎么凑啊？你把这蒙上，这啊你把那俩给我来这那好地下那个，我说你啊，你说你平常你勤快点，你至于你遭这个罪吗你？我看着你都心疼，你要不是我们村的，我管你。怎么样？哎，你看怎么样？还真像电视，电视，这沙发，还软乎乎的，怎么样？然后这都有了吗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刚才你买那气球啊，这不用上了吗？这气球，这要看穿了怎么办？放心，魏淑芬这个眼神不太好，眼神不好是啊？不，也不是很大的缺点，就是看不清人。但是他这不屋正好啊，他屋里转一圈，他不就走了吗？啊、哦，你这沙发他不能坐。啊、哦，这沙发不能坐。哎，你准备准备啊！我这回头人来了，你说话你跟人你得懂礼貌。这是沙发。潘富同志家吗？来了，你提着裤子来了，提，你弄好了。你是潘富，哦，村长啊。啊，看出来了，看出来了。那你跟我进来吧，啊，进去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们村的潘富啊，这是魏淑芬，来了。嗨，来了，你们俩拉拉手，拉拉手。嗯，沙发不能坐啊。那啊，不是，就是说你们俩握握手啊，握握手，客气一下。你们俩练过太极拳呢是吗？行了，他不愿意就算了。那个你们俩就是互相自我介绍一下啊啊，介绍一下。我叫潘，不是，一个一个说啊，您先说啊。俺叫魏淑芬，你29岁，至今未婚。在这拍啥？你叫潘富啊？怎么了你？我叫潘富，
今年20出头，30没有，40挂点零。你至今未婚，我光棍一根。这个人还挺幽默的。